农活，我不是上海人，我是美国人。你好，上海，我是厄瓜多尔人。意大利人，加拿大，比利时人，英国人，俄罗斯，危地马拉人。半个多世纪以前，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到如今，这洋场已延伸至街头巷尾。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这个城市普通而又琐碎地生活着，他们真诚地问候这个包容的城市。你好，上海。你好。你好，上海。我来上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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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罗宁，阿根廷人，一个月前来到上海，汉语说得马马虎虎，自行车骑得可不马虎。他喜欢大撒把骑车走在上海的路上，看人们惊奇的表情，听他们笑着喊他老外。初来乍到，缺东少西，便少不了去超市。他的汉语还不足以分辨哪是肥皂，哪是洗衣粉，更不能应付阿姨热情的调侃。拿肥皂好吗？阿根廷来的，踢足球的对吧？是有踢球的。哎，一脚都踢出去了，你是踢足球的吗？啊，不会不会。是不是踢足球的 ？OK， 你说是。虽然是阿根廷人，可不会踢足球。来上海一个月，却发明了自己的方法来分辨方便面到底是辣还是不辣。这个空的空的，水辣。这个没有，这个有一点点，水一点点辣。我爸爸、我妈妈他们不知道辣的，比当然要有很多甜的，很多盐的，盐的咸的。但是他们没有。罗宁很快适应了辣，但却不能适应刚搬的新家。原来房租2500一个月，便搬到了这里。他住最小的一间，一个月700块，但他对这个新家却有些不满意。所以，是我的房间，现在不是我的，我在这里是不是我的，知道吗？我不喜欢。我心不在阿根廷，不在这里。萨米尔，也门人，国家公费留学生，来中国已经一年。刚来的时候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但现在已能基本表达。因为是暑假，同学大都回国，他像没回家的许多中国大学生一样自娱自乐着。因为学过2年美术，便给朋友们画画素描，也给生活着点颜色。法国人，对的。他叫什么？美女。美女。美女。你知道美女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的阿姨告诉我们，但是我忘记了。你很漂亮。嘴什么意思？这是嘴。啊。你不觉得吗？啊？你不觉得她的嘴很漂亮吗？对，她多漂亮。我把车放在这儿，一个小时以后，我来拿，我来取。啊？你知道上海快要刮台风了吗？台风是什么？不知道。在有的国家可以结婚是个老婆。想要几个？我不想，一个也不要。真的，因为妻子很麻烦。罗宁从网上买手机，而手机的主人发编竟然也是阿根廷人，而且他们在上海住得很近，异国他乡，他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们儿。最喜欢中国 communism 毛，不知道名字。毛泽东。对对对，毛泽东，可是我不知道。中国以前没有毛，现在中国有毛。Pensamiento。这星期。This week. Y si quieres decir martes, decís R. Oh, okay. Chinchi R. Okay.
达米尔提起妻子的时候会有一些羞涩，但提起学英语却劲头挺足，自己找了一个英语老师。Why do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 为什么你要学习英语？我要说话，因为我的听力的英语越来越不好。Because my English is good. Do you work? Do you study? Go to study. Study 大学 or? 大学。你学习什么？$120 per hour. I don't know, it's like okay with you?OK, 我想想，非常贵，有点贵，因为在我们的国家，$100我可以学习一个月，每天2个小时，所以你看现在他说一个月。1个小时$100，所以我不是总统，一个火车也没有，地铁没有。那你们经常都是做什么？公共汽车或者大的火车、飞机。英语也好，汉语也罢，学习起来都不是省力的活。罗宁在学习汉语以前觉得说汉语像是唱歌或者是吵架，但现在他已经喜欢上这门独具魅力的语言。这个字不同的声调有不同的意思，这点和许多语言都有些相似，所以他们学习起来更得心应手。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喜欢。
那你回家带什么礼物给你爸爸妈妈？我给爸爸妈妈，我是他们的礼物，我给他们我。因为心喜欢画画，便顺从了自己心的萨米尔，一直想看看中国的画。刚来中国时，汉语不会说，英文讲不好，便画画，这帮他度过了语言难关。他们的中国人的花，人的花，他们的味道很好。我在中国对学汉语，可是我没有很多钱，我不要我家我爸爸和我妈妈给我钱，所以我也在上海。这份工作也是从网上找到的，一星期除了周四可以休息，每天从晚上7点到10点半，每月5000块，除去房租和学费，所剩不多，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是他的同事，一个活泼的法国小姑娘。一份面包，两份面包，好，我一份，你一份，两份。哎，慢呀！小帅，我是很有名啊！长得又不漂亮，这个都是一拍的。休息的时候，罗宁便和看门的大爷、厨房的师傅开开玩笑。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老爷不开心。在上海的生活还继续着，他们也许会留下，也许会离开，但他们记住了上海，上海也记住了他们。